朋友大家好，咱本金和利息的计算，通常呢，通常拢是先算利息嘛，还有也是讲啊，我本金都摕袂转来，按利息个较有可能个再计算课税，你着爱特别注意嘛，特别注意讲，你若想无要算利息，你着和债务人两个约定先。抵充本金，另外就是说，你啊强制执行的时阵，就是你声明存保债权的时阵，你就是利息舍弃，这个是讲给大家参考。另外就是柯文哲市长最近有一个大举动，他的大举动就是说拍防疫前的记录影片。你哪有这个观念呢？政府医生是今年的算是去年编的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对于讲伊遐经费是用特别费，特别费去计算，无你注意看，台北市议会吼，一定会问到这条，你医生安怎来？你医生安怎来？这是，阮学会计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借贷法则，你钱安怎来？按钱安怎用，是不是？所以人就这么关心嘛。讲你袂使为着要行销你家己，要造神因为这么用上苍决定嘛，上苍决定，上苍决定就是天公啊囝嘛。天公啊囝，你得爱较乖个啊。你做你个好好个市长，才有机会来做那个选总统啊。你也无，你就像独裁个社会讲啊，我欢喜安怎做就安怎做啊。对吧？但是可惜，咱台湾是民主、自由、言论、人权的国家，所以在进前呢，说你也想要做独裁，中国有机会啦，中国有机会，你也和中国好好啊结合，你去中国，去做独裁，和习近平两个比较下，两个比较下，因为那边选民选嘛，咱2024年总统选举嘛是爱选票，一票一票累累积。咱台湾的习惯已经民主、自由、言论，大家拢确实讲法治的国家嘛。所以你这个不是讲你想要安怎就想要安怎啊，这是讲给大家加减参考啦。就爱经过市议会，无市议会要安怎，是不是安尼？感谢，谢谢大家。当然，这计划内容呢，就是五六天广告是上出名的传奇人物廖天丁嘛，传递这个广播名人，就是五六天的，伊个讲话用大声的铿锵有力嘛，就是伊讲，尊老大声，有林丁冠，有震撼力，地动的动啊，震撼力和。喊完之后是规个讲，让这个代代相传的喜怒哀乐。我迄讲啊，一个董事长讲，人都是有七情六欲，喊这个就是去回忆。喊真的有时候真的太执着，喊就是产生纷争。可称为台湾国宝的广告文化。喊本计划是结合网络科技平台。就五六天的词曲，因为有台湾人嘛，還有江湖男女哦，還有英雄好汉，这是较代表性的歌曲，都真济。咱只要要用视，就是咱这个看视影音的有声出版，甲流行音乐事业复合来经营。另外就是酷哥的谈讲天下事，真系酷哥咧，因为伊有简介。诶，专长阁有口才，台语讲了真好啊，所以咱即卖有伊来个广告天的广告，按谈讲这些传承，并配合咱富国神山群，他们三富国即个龙岩龙艺园艺林业生物科技永续经营业者，在树林外乡客爱可容许的使用的土地，因为迄可以使用这个。范围咧，做一个纪念五六天影视哦，试营运的节目展示场。
兼推广台湾语文文化的据点、据点，提供四影音广告的 CD 片甲随身碟，部分是政府文教机构还是政府机关含爱好者来共同来推广咱台湾的文化。当然，文化部有叫强调嘛，强调讲这个研究的研发计划执行的，就是爱人才培育，的训练，的扩大艺文的市场，所以是咱叫艺文人才不流失，创作能量不中断，提升数位应用及传承，传播。其实这是我前十年前就经过 YouTube 安那宣传，我即卖继续来加强宣传。再度感谢大家，地质室理事长再度感谢大家，谢谢。我个人的立场呢，国民党这新的少年人啊，确实讲，因为我有讲过，像阮这种年纪用分工、分工、分工的录取，这是国民党的思想。这样话来讲，我那这么少年人。伊无去想到遐啦，因为即卖即个教科书拢强调台湾主体嘛，所以国民党就爱有即个思考，我奉劝国民党遮个民意代表啊，恁还是以台湾为主体，但是恁有一个好的精神是啥物？希望两岸和平，还要安怎和平？爱靠睿智啊！克地位啊，对不？硬碰硬啊，有一天真的打起来，有一天真的再打起来。兄弟帮兄弟呢，有时阵就是一言不得不合就打起来，打起来就爱变怕受伤。放空啦，大家有时阵爱心平气和哦，心平，卖意气之争啊，这个意气之争没有用，我有讲过嘛，因为。假设讲为着一个领土，还是为着一个家庭，什么代志，安尼呢？无落去沟通协调，所以我文化部，写一个计划书，因为要申请补贴嘛，要申请补贴，就写一个计划书，讲你也碰到困难，要安怎？沟通协调啊，因为公务人员嘛，有时有主观啊，有主观的认识啊，按法令认知有主观的认识。就是那像 EUA， 咱伟大的台北市长郝龙斌较早的作为，叫问郭台铭就较清楚啦。啊，郭台铭含郝龙斌是麻子麻子的，因两个较清楚啦。啊，我是咧讲郝龙斌伊无想无事去申请EUA 停止执行，迄有律师呢，伊个律师来国民党遐通律师团呢，较早嘛是郝龙斌的新闻呢，所以郝龙斌呢，咱大家看伊故意啦，含这边是安怎，咱唔知影，是毋是为反对而反对，也是讲伊讲啊，台湾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啊，我有意见表达的自由，安尼就听有嘛，所以每一个伫咱台湾拢爱尊重人的发言，含官员就是爱尊重。法治，中央按照规定，你地方就照规定行。如果有意见，就欢迎。感谢，谢谢大家。另外，我把大家报告是报告讲，我有讲到文化部嘛，文化部含我就做一个迄个文化部诶相关的资讯嘛。他说，就是因为即卖有疫情的关系啊，文化部有一寡补助嘛。请问是艺文工作者，还是出版事业的发行者，还是讲有声出版者？经营真正困难，但是你也是讲，像我是因为本身还佫地震师，还佫加减，讲还有通食饭啦，还讲要好也是无可能，因为树林外乡客要政府拔掉的嘛，因为一条路到即阵开甲袂出来。我最近啊，国有财产局申请，讲无我经过恁国有财产署管理的路，算算诶，
经过三六二、三六三、三六四、三六五，按到366，按三六二、三六五是363和365是台北市政府的土地，366、362、364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啊，我要经过这个土地叫代理地地通行权。啊，我是安怎会含柯文哲有意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迄阵在选市长的时阵哦，改变成真，就是千年勤政爱民笑。爱民做不够，青年，目前无发生弊案，按勤政，为着选总统，即嘛各处跑，宣传伊家己，还一条诶，唔知，咱个假扮讲，还是真的要，请问这种诶，拢爱照顾啦，照顾，我唔是讲叫你摕钱，阮有特基有基本诶，你像五六天，伊会发生即、這个。这个传奇人廖天丁，我是有几集啊，500几集啊。啊，我即马要开始剪辑，啊，精彩的，还是讲干胶的，阮可能会加掉啦。但是有人讲，啊，干胶你也加掉都无成五六天啊。无啦，还是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嘛。啊，当然有人讲，啊，你管了伤济啦，你都伊也干胶，你嘛卖啊加，啊，那毋是较精彩。啊，听大家意见啦。啊，最主要是，即卖规划啦，要规划。当然有要规划一寡，影音啦，有声出版。啊，这样有关五六天的部分，啊，大家报告。再多谢谢大家。啊，讲到官员啦，啊，咱就讲到百姓嘛。啊，百姓啊，像阮这种诶，阮这种拢算小老百姓。小老百姓在台湾较可悲的所在，就是讲公文来公文去，啊，开始要经过行政救济，啊，书院程序，啊，书院程序的，一个权利咧，就安那延宕，啊，我讲旷日费时，啊，拖真久呢，拖真久，啊，所以我，最近拢讲，天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让人人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目标。啊，你政党草会安怎争吵咧？啊，对我来讲诶，我都不关心啦，不关心。我关心讲，我树林外乡客，即要安怎规划，还要安怎遵照政府的规定。比如讲，农艺园艺林业生物科技，包括农路农舍的辟建，还有咱黄董事长，黄董事长一人真热心呐，真热心。但是伊政府发令，多如牛毛，我诶处理方式是一一去厘清。政府唔对，就要求政府赔去国家赔偿。官员唔对，就要求。官员连带赔偿，这是我一再强调。我之前和金学平律师有讲一段讲，法律不受既往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还有法治国精神。这是伫台湾民主、自由、言论、人权的国家，每一个人爱遵守。所以我有在讲，咱台湾就是国民卫生，就是公共卫生提升。这边有一个这个新冠性肺炎呢，啊，伫咱台湾来讲，展现咱国民诶素质。啊，当然话讲啊，这大家惊，大家惊，其实这是很好的防护啦。有人惊，就爱戴口罩，要消毒，保持社交距离、安全距离哦。哦，是啊，这安全距离真重要啊，要消毒，口罩要戴好。你卖你运动，当然你不要以前是走十五秒，你即马走30秒啊，就会把只要就是运动，你不要激烈就是当然有一些就本身有疾病，那另当别论，那是走路啊，阮是用走路啦，走路嘛，走路也是一种运动，不然你得害啊，一想
再度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敬祝大家平安顺利快乐。简单的，你看病情况，病情况到底怎么样？看变化，所以我是地政署李社长，李社长最近在筹措这个五六天的广告，以及上出名的就是传奇人物廖天鼎嘛，咱就是要传递这个广播名人五六天的伊的广告啊，大声的铿锵有力，这个临场感嘛，还够有震撼力，震撼力，咱地方的一个震撼力，就是最主要是要代代相传，这个有喜怒哀乐的这回忆，每一个人拢有七情六欲嘛，有喜怒哀乐的回忆，可称台湾国宝的广告文化，七情六欲啊，这个部分的是用广告来复现咱台湾的文化，这个计划是结合网络的平台。就是咱这叫做科技平台，这个科技平台大家这么知影，这么不管是 LINE 啊，是 FB 啊、推特啦，还有当然还有其他，咱的较出名的就是这几项软体，咱自五六天以前有台湾人的歌啦，台湾的歌包括江湖男女啦、英雄歌啊。咱要用影音啊，还是视频，做有声出版，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事业啦，来复合经营。当年安排酷哥谈讲天下事，讲天下事，韩国乐天公告，谈讲的传承，谈讲啊，讲话传承。并配合咱护国神山群，护国神山群就是不止台积电嘛，你像咱即马疫苗啊，也是甚至咱每一个人的贡献呐，包括咱这个文化科技啊，拢同款，所以就有这个护国神山群，护国保护的护，护国就是好业迄、咱讲善良人好业人迄、护，护国。农业的关系，这个业者在生物界的科技用心经营业者，在苏宁华商圈
做可容许使用土地，做来做纪念五六天影视音节目展示场，并推广台湾语文文化的据点地点，提供试影音广告 CD 片加随身碟部分。计划就是讲政府和文教机关加爱好者来协助推广。按遵循这文化部的规定，就这个研发计划，这个执行人才的培育啊，包括人才的训练啊，加扩大艺文的市场，使咱这个艺文人才未流失，按创作能量未中断，提升咱数位应用的传播的宗旨，这个办法来办理，所以特别来制作这个计划啦，这个计划。当然呢，这几天呢，大家讲这个新冠性病毒病这个传染传播力啦，传染力人的利害关系人，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AP 亚东新闻地震室李社长再度谢谢大家。各位，时节要过无要紧，咱的节目都要到了，所以各位的收看收听，乐天感恩万千，我已经尽力讲这个故事，写实要话好听，但愿恁听了会哈，每日捧场指教，恭祝健康快乐，万事如意。庶民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食衣住行娱乐，士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